们现在人在台南麻豆。哎，麻豆。上次来善化的时候呢，因为看到下面就有人介绍说麻豆也有什么什么好吃什么好吃，因为在善化的隔壁而已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来麻豆。请哎，讲什么我们就请什么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今天要送大家礼物了。坐下 VPN 又来了，你要带起来。好，传传传传。今天为什么要送大家礼物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要特别感谢。坐下 VPN。坐下 VPN。大家好。Moscow 烂死了。今天有一个特别，就是今天的礼物会有一个早鸟活动，前一小时留言的人抽一个，感恩回馈准时收看的观众朋友。至于要送什么呢，我们等一下看下去好了。然后今天要感谢 Social VPN， 要特别讲一下，要特别讲一件事情，就是给你们看这个新闻。蛋黄脸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我们即将又要去大阪，那我在找住宿的时候呢，我就找一下怎么看饭店比较划算，就那个订房网站。结果不小心发现了一件事情，订台湾的饭店哦，用国外的 IP 订竟然比较便宜，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些策略性的，就是订房网每个不同的订房网站，它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定价策略。对，所以要知道怎样订最便宜，有时候可以去看一下。对，然后像这个就有 IP 上的，就有那个地域性的问题。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刷下 VP。他说最便宜到两成嘛，四五千块的房间。两成是多少？两成是20%。多少钱？啊，400多。一来一往，如果差了800块的话，你就几乎可以雇佣快10个月。真的耶，对啊，收下再一次就快10个月。怎么会那么便宜呢？因为现在订购享有3个月免费哦。然后它 APP 很好用，给大家演绎一下。然后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个小框框出现了？没有，有看到，有看到。对 对，你看像现在这样啊，我一键连点下去。对，就连到日本的，有没有？哦，真的耶。对，它就很方便，下载 APP， 它 APP 都蛮好用的。然后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吗？对，订车消耗水付防毒软体，总之是一个不管 VPN 也好，不管防毒软体也好，评价都非常高的一个好用的东西，好用的公司。对，收下来真的蛮划算的。防毒软体也适合你，感觉你很容易中毒。好啦，总之今天非常感谢收下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去开吃，然后记得要送礼物。然后送几个人不晓得，我们接着看下去，然后看等一下送什么。老大，我们可以送这个帽子吗？哦，好像可以耶。我们要去大阪应该买到吧？不是，早鸟留言来送一个好了。我们如果去大阪有看到的话，再帮你买。那我们放宽一点好了，早鸟2个小时好了，九点前有留言。好，走。我们现在要吃第一家是上次有人叫我们去吃一家牛肉汤。我们上次在善化吃那个饭免费吃嘛，里面有鸟蛋，然后那一家说里面有卤蛋，结果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发现，给他不亏。到第二间，又有人说第三间有鸵鸟蛋，越来越大颗。好啊，总之我们第一家来吃阿玲啊，阿龙牛肉汤。阿布啊，那你讲的是五木山？啊不，他没听过。什么东西？阿布啊，我阿玲啊。什么东西？时代的眼泪。我要哭了。好，我们去添饭。37分的龟吧。看起来好吃哦。肉太多了吧？肉都超多。加到加好加满，牛肉都还没来先吃饭，要来吃咯。肉超很好吃。有赢上一家吗？这是认真的巴舍本，上一家是夜市巴舍本。他的评价是被牛肉摊耽误的肉燥饭，很好吃，肉燥真的很好吃。跟李海的肉燥饭，对啊，但是专业肉燥饭好扯哦，又好吃哦 ，My God， 太扯了啊！他还没有来得及跑，可以把那一碗吃完。它这个肉燥很强哎，它不是化开，它是有 Q 度。然后稍微咬一下，它会不见了。对，不会死咸。那它也不会死甜。这我妈要是卤蛋，我就叫她出来开店。蒜泥牛腩。牛腩。肉燥饭。肉燥饭真的太专业了。它这个牛肉吼，瘦的地方有点略柴，它的肉燥饭真的很屌。每个进来的人都一定会点这个。葱大，你看多少钱？50。哇，这肉燥饭太猛了啦，等级很高的肉燥饭，这比那夜间部什么还好吃。真心不骗，我直接吃到光。苦瓜牛肉，台南的开心。对啊，都是这样。然后牛杂，我牛杂料蛮多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免费超认真。80块我觉得很薄了。他卖30可以，我觉得。那别人打电话前面给他。
聊一下。卖我不喜欢讲。这真的已经过很多件了，真的、啊。我想带日总来吃这个、哦，他们吃到是免费，会不会傻眼？无料，惊叹号问号。如果没有要拍片，你会吃几碗？四碗。会哦，他、啊、第二碗呢？吃第二碗。第二碗。以我中西区人的名誉担保。它、啊、真的比很多市区店的肉燥饭好吃。以我台中北区张卫健的名声，对，这样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以我台中北区张卫健的名声，它、啊、真的是被牛肉耽误的肉燥饭，应该得整三百一豆。哎，它那个胶质擦不掉，那个卤肉的胶质擦不掉。做干肉燥饭太猛了，老板好吃，来推不推？需要推吗？这个对啊，这个还需要讲吗？阿龙牛肉汤推不推？这很赞，给肉燥饭三圈。对啊，它叫做阿龙肉燥饭。阿龙肉燥饭超好吃。可能就是这样，更显得它那个肉燥饭经典。嗯、对对，如果要叫肉燥饭，你就给肉燥饭很大的期待。今天的餐饮资讯就在说明栏，然后收下的优惠可以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LELE。接下来要来吃一家百年冰店。龙泉冰店，这小时候看到，现在好少。藤椅，然后今天要抽是二加一，一个是早鸟，啊，两个是一起抽，两个留言，一个。所以你早鸟留言的人会有两次中奖机会。谢谢，这我。对啊，看起来好棉哎。这里也是那个偶像剧《想见你》的拍摄景点。哦，是《想见你》哦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，穿越千万个时间线里，人的灵魂。超级古早味，而且甜爆，它冰很细，还有这种小营养，来。哎、欸，这个现在很少见。对，超级少见，它会搓成一条，然后呢？捏，像猫耳朵，丢到那个热水里面。小时候超喜欢看他们煮这个，很疗愈。哦，有这个小汤圆就真的很古早味。吃完了，龙泉冰店推不推？我没有吃，我喜欢。这个冰是我蛮喜欢的冰，这真的是小时候味道。我们刚刚现在走过来菜市场，巷弄美食，蛙龟很有名诶，麻豆。好，先吃啊。遇到了麻豆蛙龟非常有名，麻豆的名产是什么？蛙龟。啊，文旦。啊，还有文旦。不是骂我吧？哇、哦，上新闻呢。然后他们跟台南市区不太一样，他们的颜色比较白，壳就是你比较没有很常吃的那一种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它也不是那一种客家的，也不是那一种，它只是比较偏白啊。台南的都比较有酱色，谢谢。台南的比较偏酱色。你说台南市区、啊？市区比较偏酱色。对对对，来加来加，这个颜色比较淡。对，它比较偏白，而且再酱一点是丁丁眼就。短一短一短。看起来 good deal 啊 ，good deal， 好吃啦、哦！哦，我赚到，肉在我这一块，肉在，好吃哎！它这跟市区不太一样，有一个香对，有一个油葱香，市区比较是酱油膏，油膏跟肉在，对啊，真的不太一样，最后这样哎！我以前要听大人在讲说，他们说麻肉比较吃不惯，那个油葱好像有点肉重，那种干油饭，这个还挺有特色的。以我一个市区人，我其实我不会觉得吃不惯，完全接受，而且好吃。那个肉羹也很奇妙。对啊，我们家那边是卖浮水鱼羹，是卡清的，没有那么多木耳啊。对，我们就是肉羹。刚刚听到隔壁桌客人在讲在地情报。麻豆有一个造型最好的星巴克，乡下板凳档，就是那种半桌的灯。对对对，那胶凳都是这样。对，好加。行、啊，这真的不错哎，对麻豆的印象突然好了起来。啊，我以前真的在市区听大人在那边讲麻豆蛙龟怎样怎样，但是台南人真的特别精。吃什么都不顺眼呢，市区人的尊严不容挑战。但这个风格不同啊，要推不推啊？阿柱蛙龟推不推？好吃。今麦来家是第三市场，来家共有一间甜甜圈，该喝起来。哎，还是脆皮。哎，好像炸鸡，等一下，好像炸鸡。哎，这是日本节目就会。店吗？阿伯朗，这也太特别了啊！我有点懂啊，它是那个咖喱面包的逻辑啊。对啊，看你蛙哥喜欢吃哦。今天呢，什么味？听到一下再剪啊，多才多艺。
后面还有小心一点，比较累。阿妮娜要不长眼呐、啊。我后面就只有一只眼睛了，看不到。好，这边跨界中甜甜圈，我刚刚聊下去，咕咕咕哎，咔咔响哎。好爆米花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很脆。我爱吃鸡腿吗？有没有点咸咸的感觉？想要甜就加点盐。为什么不是加糖？就巧克力吃起来味道一模一样。没有。我觉得有可能哎。没有原味比较好吃。原味比较好像炸面包的感觉。对。巧克力上色而已。嗯。可能是无形啊，无形。金木水火土。你今天缺什么你就买什么。啊，缺德。鲜奶脆皮甜甜圈对不对？原味好吃，我是推啦，虽然我不太明白它的名字跟它的东西的关联，特别到值得试试看，但就吃太多会腻哦、喔，我感觉。对，要配茶。对啊。好，那你接下来我们来菜市场，会有一家厉害的力哥在这边，德春米糕是吗？德春米糕，热火名单。热火名单，来啦。嗯，有点台南糯米糕，但是这是啥？我搅混了，是泡菜吗？腌萝卜。嗯。欸、你的表情好奇怪哦，很台南啊、嗯、对啊，就完全台南风啊。市区的米糕味道87%，市区蛮贵的啦、哦、这就不是市区，要味还蛮浓的，很当归，肥肉也很好吃哎。你这个要吃，它没有很多调味，它好像都是那个加一点盐巴，然后很纯粹的感觉，中药材的味道，就这样。很像小时候妈妈在煮什么转骨汤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创办的你要怎么看？哎，是有八卦山花园吗？有啊，在哪里？八卦山在台南。八卦山花园在台南，那好可怜。脏话啦，谁跟你那么台南白痴、喔？在大火下面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是蒋惠辉会长哎、欸。对啊。对啦，刚点错了啦，不应该点这些，不，你不应该点这个，要点卤丸。哦，对啦，因为我本来要点猪脚啊。吃这个应该点卤丸、嗯。吃完了，它这个米很干，它就是那种木桶，要用那种。用梳子。用梳子。梳子对这个叉棒。叉棒去传统的台南米糕。德春米糕对不对？米糕可以。米糕可以，就米糕。米糕跟市区完全没有什么太大差别。然后刚刚烧店的卤丸，我看那个卤丸的颜色色泽，还有滴滴那个感觉，应该是好吃。隔壁的滴滴卤丸一来呛了，我看很烫，直接拿起来一咬。吃这个就是要吃卤丸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又到我们休息时间。咖啡厅那个助力模式。Shora 咖啡。这东西如果踩到了的时候就会很不开心，但是你还是要把它吃掉，还是要付钱，你只能上网骂店家。但如果你用到 VPN 不满意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申请退费，收下30天无条件退款。如果你只要使用不满意的话，都可以无条件退款。踩到雷，吃东西是没有办法退款的，宝贝。对对对，他就说多送一个头套，他没在自录，他不可以给上起来啦。OK 啊，上面都说了，刚刚知道那个帽子长这样吗？不知道去看苗栗的是哪一种，还有很多种。忍者龟吗？它有超多种类，还有库巴。哦，有药师耶。对啊，就有很多超级。休息了一下，休息了一个多小时，接下来要来吃一家馅饼。当然，现在爱里面。嗯，好恶。感觉好 local， 越 local 越 international。老板娘现擀现做，看起来没有很大，虽然蛮饱满的。嗯，好薄哦，这皮超薄哎。可爱吗？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带出来的，这是没什么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刚刚放送事故啊，放事故。根据我们刚刚的猜测，跟刚刚收集的一些情报，气候因素，有可能啊。我看起来应该是不常失误的，大家可以放心来买。好惨哦！你刚喷一口吃出来，这才是对的啦。这个屁股很加分呢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好好喝，他的屁股刚才很翘，陈小鱼，突如其来的陈小鱼，我上巴，上巴烫到了，被打了一拳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超多汁，很好吃，超像在喝汤，真的真的才对，好可怕，这才对啦，刚刚那完全不对。我不敢咬的，你也咬一个太小口了吧？哦，有哎、欸，有有有有哎、欸，先吸先吸先吸。哦，评价逆转了，评价逆转了。啊，滴出来滴出来滴出来，哦，一堆。下雨下雨下雨。我评价大逆转，评价大逆转。哇，这等20分钟值得。值得。评价大逆转了。我这样会不会超出荧幕？不会。不会吗？没那么高。哦，这很好吃。哦，这汤汁太扯了。它连压化的地方都没有很。都没有很，它连压化的地方都没很厚，都没有很厚。
对。好，老板很厉害，刚刚的食物完全亮起了。他皮酥的地方也很酥。可以耶。超级大哥。这馅饼好假。我觉得牛肉水准比的更上一层。这个在台中也会排。这个应该在哪里都会拍。他制作的时间照那个皮来看，其实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那应该是真的线的问题，没退好。但我那一块，你可能是跟他第前面那几个，这个生意那么好，正常应该的。他应该生意要更好，这是真的前几好吃的馅饼。他其实那个捏花的地方感受不太出来，感受不到厚度。对啊，厉害厉害。你们要先去吃。要来了。这样太嗨了吧？馅饼，店名，现做馅饼，推不推？好吃哎，撇除我们第一颗失误之外，它真的是蛮惊艳的。接下来要来吃这个是在地的 Olinda， 哇，好多人哦，哦，好 old school 哦，它是这样的哦，所以是有关东煮的吗？有啊，哦，也有关东煮。像那个煎的那一锅，那个香肠、米肠跟甜不辣那个，应该越后面越好吃吧？对啊，因为它香肠油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。那这样一个小锅自己夹，越下面越好吃。李铁雄，游泳池的味道。对啊，游泳池甜不辣的味道，海水浴场的关东煮的汤，真的。它是要多一点甜甜的，这个甜甜的导游哥，明显超软嘞，明显很好吃。我最喜欢是石木鱼哦，对，竟然是石木鱼丸。不好意思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好的，鸡排20，然后甜不辣，很香，很香。爆炸突然一阵怪风，精华的有逼出来的味道，用100根香肠淬炼出来的，香肠精油，瞬间吃光光，好厉害哦，好好吃哦，真好吃，这家不错，这家不错。同学黑轮推不推？好吃。我今天我什么都推了，他不管在哪里都会变成回忆耶。对啊，那个炸的真的也蛮奇妙，精华这么精华。他那个油好像一点点而已耶。但是香肠油越来越多，那个油越来越多，油锅越来越满。要来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因为我们也吃到你看天色渐晚了。那么今天来到麻豆还是挺不错的，从第一家开始就有下到。都很。对啊，第一家开始就推，而且它其实它有一个好处，它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超级密集。对。几乎就是沿着那个菜市场辐射而已，绕一圈而已。我们几乎都走路。今天送三个，一个是早鸟，然后两个是抽签。所以你如果在9点前留言的人可以抽两次。好，那我们不免俗的要来推荐一下本日麻豆你的最爱许光头牛肉汤。哦，我是许光头没错。肉燥饭，就肉燥饭，馅饼，馅饼，馅饼。好，我的话我会推荐你来吃，其实还是阿瑟本。啊，巴什么有点硬，有点猛，专业肉燥饭，专业户，对，都专业上免费，太划算了，120块的东西，你就可以无限吃肉燥饭，知道吗？对，但其实万贵蛮好，我觉得万贵蛮有特色，对，万贵不错，所以真的有时候假日来也可以来这边吃吃饭，再往出去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背包客，然后他迷路了，然后想说问一下那个农夫，哎，大哥大哥。不好意思，请教一下，然后农夫就啊，请教一下。他刚刚是许光汉，没有，他许光头。当许光汉，你许光头，不错啊。